事要开始喽。从前，小康，只要跳到500万次，你就会看见不倒翁。是一位非常非常会说故事的阿公哦。小康，你阿公很酷。我哪有说他是家里的阿公，我只有说他是阿公。铁鞭说，除了要看看我这个新朋友，也要去找一个老朋友。这是我第一次来找我的朋友。根本就没有52号啊！那你都被变成梦公园黄金城啊啦！到底是安怎点点也无声？也可以用别的声音啊！可以靠想象力去解决的。我们可以靠想象力让天使出现。故事在妈妈的饼干盒里面，躲在爸爸的手心里。有个秘密，已经20多年了。说人家的故事，我再也不要听你讲故事了。今天我要把它还给那个人。我们又还没找到你的朋友，我们继续去找啊。其实我已经找到你了。一天一天细说着它，对你慢慢地长大。我每次都说从前，是因为有些事情啊，从以前到现在永远是一样的。从前，从前，从前，开始哦。